哎，我开始录像了，我录一下。他妈的，现在已经开始失去了距离暗之权，我惊了。我操，这局你先，你看，这才刚开始就全四级了，而且只有我们这边是全四级。我这个撸枪撸的，我操！我服了。到底是啥 bug？ 他以为开挂了。没见过这种 bug， 没见过。我要多杀一会儿，我要多杀一会儿。我真的是所有人都四级了，我操！是这样的，所有人都除了盒子怪以外全四级了。你们队友开挂，反正不知道谁开过。正在攻击敌军大队。我操，太牛逼了！我射罗布一下140。我操！对面直接我操！对面大击杀都没有上三位数了，我操！但是你妈就离谱。说了，我要去整个这玩意儿。我要这玩意儿。我怕出去了，我怕出去了。这怎么打的呀？我操！我操！我发专区，你妈的！那个大象一死，我对面就两一星，你知道吧？然后对面那个萝卜一死，我他妈两星，然后对面那个一死，他妈三星，然后他妈的对面打起来一个人，他妈就出去了。进攻据点，内鬼他妈有开挂。Show your true metal warriors. We will ensure that you will prevail.我觉得都没杀人，我那会看这个进攻，我打的。None can stand against us. Swordsman, slay them. 居然不打个兵士，跑不跑？我他妈都觉得有点奇怪，他们这么狠，你也敢？我操！啥 bug 呀？太怪了 ，bug 没办法 ，bug 你一个人扛一下，绝对妈的。我把盒子怪射死了，这他妈直接把人吓死。Victors do not hesitate。我操！I will not wait forever。这真的是神仙难救。哎呦，开局两分钟四星。我操！我就问你，谁顶得住吗？啊，方磊就是。Run them down。把关去。他们都没有理。Show your true metal warriors。他们在对喷，还在对喷那个。还在对挂。Do not hesitate。对面再一个人，那全员四级没有刺激的东西。他这不是把他那边人给挂吧 ？We have their base。我操！我操！我还没反应过来，兄弟哦！我，这真是极致的快乐哦！屌啊，兄弟！